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各位来宾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欢呼响起来，有请参赛运动员闪亮登场。很多人年纪上去了以后，就喜欢穿一些粉嫩的这些颜色啊，这些显得自己稍微的年轻一点。我们两个今天特别配合，你看，走在夕阳红是吗？真的有点不适合。干什么？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是本届运动会的第一个项目。众所周知，在激烈的运动中，我们常常很难进行表情管理，就像你们身后的大屏上这样。哦，哇，这完全失去了管理，这个。我什么鬼？这个算管理的不错了，这已经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这个还好啊。队长雨琦妹妹怎么了？这是我奔向厕所的过程。哎呦我去！他不是表情没管理好，身材也没管理好。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那天。哇！但这个很可爱啊。我想问，为什么有这个表情？就是因为不要问为什么，卢卡学就对了。有点意思、哎。很像哎、欸。有点接近了。大家一起。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来，三二一。哥，你有点包袱了。我怎么了？我没有包袱，没出来。我都已经这样了，这样了。哥们哥，我就差拿块砖了。你是我的回来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我们都这样了。卢克斯突然间。不好意思，实力不允许。我先问一下，是不是长得帅的人的所有的表情是不需要管理的？来来来，把几位颜值比较高的我来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走开，就没有你，我就没有想叫你。要不哥，你给我们一个场景，然后我们想象一下，闹肚子，闹肚子。这是闹肚子吗，郑恺？这叫胃抽筋儿。对呀、啊。卢卡斯，你那是在使劲了已经。好，那这样，要生孩子了。你生过？男生。这里只有 baby 知道。来，生孩子，一、二、三。不是，应该是这样。你生孩，你这往出挤啊？孩子，压死孩子。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是第一个项目。兄弟团成员选择运动项目进行挑战，过程中摄影师会用远近都清晰的 OPPO Reno 10倍混合光学变焦手机抓拍照片，完成项目可以获得十分，管理好表情最高可获得六分。总分高的队伍获胜。这好的标准就是好看、帅、上镜。OK， 赢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向大家来介绍快乐运动会的第一个正式比赛项目——十金球项目。首先，大家看到是黄旭熙出场。哎，我们来吧，我们来。我练习一下可以吗？好，你来吧。三二一，不是，你干嘛这样呢？小区里面是这样的吗？小区里面，他要这样吗？不是，是，然后表情，三二一，对，再来个三二一，对，不要笑，可以就这样保持住。黄旭熙呢，曾经是一位投掷运动员，他的标枪还是成绩相当不错的。哇！来看看他今天怎么样。我很期待卢克斯的第一张丑照。加油！表情啊，表情啊，表情。这个前面一点，是会出不去。让我想起了一个动物叫皮皮虾，你知道吗？是鸭子，是这样。皮皮虾，皮皮虾，你知道？
放弃表情管理，放下偶像包袱，放下偶像包袱。呀呀，来吧，来，加油！沙田，喊出来！沙田，放弃表情管理，用全力！沙田，用全力！这才是真的你。肯定放开了，满分。第一张丑照出来了，这个照片啊是 OPPO Reno 直背变焦，超级厉害。这完全没有管理了，已经脖子没有了。没有脖子是不能改分的。来，请亮分。Oh no！ 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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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用。哎呀，还可以这样啊！好，现在看看猫嘉尔。先去按摩。沙田马杀鸡姐又来了，加油啊！哇，这个队配合得非常的默契。头发，靠发型取胜吗？猫嘉尔。猫嘉尔，哇，非常的轻松，这么远，来给多分啊！哎，帅哥，来，哦，另一只哈士奇，好，现在猫嘉尔是得了表情分3分，这是按摩出来的，同志们。好，现在轮到了我们的表情包，傅园慧闪亮登场。傅园慧在国家队就有傅爷之称啊，颇具男儿风范，以力量大而著称。没有，别乱说，韩老师。好的，小心表情，小心表情。等等，他要挑战10米。哦，挑战10米。哇，好像我达不到10米了。可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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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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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哇！哇！到了，踩线了，六分。哇！郑恺哥在干嘛？凯哥太夸张了。哎，但是这张还蛮好看的。好，四位给了各自的1分啊，两位给了0分。接下来是郑恺，蓝队的第二个队员。表情。那边评委说了，你太油腻，跟中年油腻。哎呀，139。139。好的，漂亮漂亮，正好越过了10米的男生及格线，可以吗？相当的不错。哎呦，哇，相当优雅，太油腻啊，油腻。这兰花指啊，这什么油腻啊？太油腻了，这还太油腻了，太油腻了。很显然，没有给分的两位同学认为呢，郑恺在他们心目当中，在动作方面来讲呢，有点显得有点预备役的油腻男。好，现在呢，郑恺是竞技分得了10分，表情分得了4分。来。我好期待哈士奇。现在是关宏出场，我来试试看完成笑的头。加油加油！喂，摸摸，差一点点，再一次。哎哥，我觉得你要用你的风干原理，风干原理，风干杠杆原理，杠杆原理，杠杆原理，风干原理。好像我觉得确实是，颜值就不太在乎任何管理了。关宏的投掷，征服了所有大众评审的心，给了满分6分。来看看他的队友，李亚文，
体内的哈士奇。哈士奇来了，出来吧，奔跑吧哈士奇。不是哈士奇，不是这样，哈士奇。你就用这个表情头，用这个表情头。奔跑吧哈士奇。Let's go。奔跑吧哈士奇。奔跑吧哈士奇。哇，谢谢谢谢，徐亚文还是实力派啊。哈士奇哈士奇，徐亚文刚才在投掷的同时呢双目失明了。盲头啊，这是这个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眼珠子去哪儿了。一个看不清前方目标的男人，他能够得分吗？大盾平臣这次齐刷刷都给了零分。这是哪位摄影师拍的？这是哪位摄影师拍的？接下来是射门的比赛，让我们先为大家请出宁波大学足球队的门将丁松元，有请。首先大家看到是粉队的李晨出场。接下来是射门的比赛，让我们先为大家请出宁波大学足球队的门将丁松元，有请。首先大家看到是粉队的李晨出场，来吧。我觉得让傅园慧上也可以。不行，他力子太大了，他对那个球已经有很大的情绪了。傅园慧，你要干什么？姐，他一打了，我们至少还要保证你的安全。录完节目以后，你还要回去比赛，好不好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来吧。这个。太狠了吧！啊，我这咋接得住啊？这每个人挡肯定都是，哎，我挑战一个脚的，我挑战一个脚的，用脚的来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哥你小心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啊 ，no！哦，好厉害哦！接个帅，接个帅。不行，太怕人了，这个吓傻了。你放心，一个李晨倒下去，千百个李晨站起来。来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你现在有六个球，有一分都行。零分，零分。果然，表情分为零分。来看看宋雨琦。啊！他的腿，快点！你这是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哎呦！哎呀！这算乌龙吗？没有挡住，球还是打进了。啊！哎，你这是打，哎，你这是打。哇！来自北京的雨琦弟弟就是不一样。来看看。哎呦！哎呦！我的妈呀！是美的，哎呦，美的，还是美的，给一分，再给一分。表情上给出四分。白队首先出场的是 Angelababy， 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，旭星，比心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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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比心哦。
我要看他的表情，给我刚才。好，我来一点吃鸡的，吃鸡的。什么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什么？吃惊的，刺激啊，刺激的。你用的是哪个词典？啊？认真来，认真来。你别用这个手，用那个，用一个手就好了。对。哦，挡住了。哦，挡住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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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可以的。零分，这什么鬼啊？零分，这什么鬼？谁拍的？好，按照 baby 的得分，我们看到出来是表情分是两分。好，现在看看徐凯，我来一个，来。可以，你来，你来。这贴着动，贴着动，这贴着动，贴着动。不行，不行。为什么要试这一下？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哦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哇！哎呦！因为真的很猛，那一球真的很猛。竟然在我们大众评审当中只给了一分。我这个向全国观众保证，绝对是真踢，大力金刚腿 ，Big Power King Kong Leg，Big Power King Kong Leg。这塑料英语，我天哪！